第一批南下参观的侨胞一行3000多人，有侨委会副委员长柯书宝陪同，今天下午抵达海军南部基地，受到了海军副总司令黄忠将的热烈欢迎。接着分成2组，参观海军某舰队和海军陆战队的操演，由陆战队进而担任的一项2栖登陆演习，为今天的参观项目带来了高潮。2000名陆战舰儿在强大的海空军火力支援下，分成5个周波强行登陆，并且顺利地攻占了滩头阵地。